小姐姐要做产后的肤质检验。哎，怎么样？这里长了好多肉芽，在肤质怎么可能长好多肉芽？可是他们贝拉就放在旁边，是不是会很担心？他一直检查你的皮肤。不会，我本身状况非常好，对不对？他超有自信，他真的很。你看我肤质真的是第一次。只要了解肤质，他就肤质。不是你吗？你是。我是 Roger 跟黄颖老师，今天要来陪我们听一下他们的新的学生们，新中三班的同学又来了，有完没完？我们很像那个，就是鸡蛋放在旁边，我们要加速他们孵化的那个灯泡，有没有？就是每次都送一堆鸡蛋，被我们照把他们孵出来。三届都先来了，对对，三届都先来过，那今天第三届，我想七弟因为长期忠实的收看《超级星光大道》关系，所以等一下每个连长官都叫他们名字吧。星光三班，你最喜欢的是谁的声音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还真的叫得出一位。真的吗？因为在我周遭的一些朋友常跟我讲说，里面有一位自己会创作的女生，写的歌很棒。OK， 好像是星卡贝贝，有小黄韵玲称号那位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星卡贝贝。等一下让你见识一下。对。那万一他等一下唱之后你不让他转过来的话，你不就无法赏识？我这个人是公正，如果你今天唱的不好，你也休想面对我。什么？啊，今天生杀大权就操纵在徐艺娣小姐的手中，虽然她歌艺很差，可是呢，就是她心里还不错，所以等一下每一位选手唱了一句他们得意的歌之后，如果徐艺娣觉得说哇，我一听这歌声就好想看她本人的样子，她就有机会转过来，而且进入我们的贵宾座位啊。第一位，请唱出你的歌声。不要问，不要说，一切不能从头来过，拿出你的男人气魄。嗯，是想要看看这个主人吗？我觉得还好。不用转，对不对？可以不看到他，我蛮安心的。下一位同学，麻烦请开始。一直到后来才突然想到。这个可以看吗？我觉得你还好。像我们整集都没有人转过来。不是，我是太过分，还是说真的是？还不到可以看的程度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觉得基本上他们呢，刚刚呢都非常的紧张，是脱喉的问题。对，好，等一下再给机会，没关系哈。下一位准备好了哈，请开始。爱还为你保留了泪痕。谢谢。好，李楚宁变成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转过来的同学了，他声音很有魅力。好好听哦。你刚刚一听就喜欢的原因是？他的声音就是超越一般人非常多。OK， 很容易辨认。因为前面两位可能是比一般人会唱，可是他就是天生要当歌手的歌喉。谢谢。好，楚宁，恭喜你，请就座喽，欢迎。谢谢。好，下一位，请开始。爱情只剩一次呼吸。转过来啊你。你干嘛害羞的背对我啊？简凤君几岁？18岁。哦，哇哦。那楚宁几岁？23。23。干嘛不能讲吗？没有。23你觉得有老吗？没有。你叫CD，差一点点。你叫CD几岁吗？我不知道。可不可以不要再讲几岁了？我记得你的故事，不要被老击败。我记得。好，凤君欢迎你啊，请坐。谢谢。下一位准备好了，请开始。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。我觉得不看他我可以。好，来，请下一位准备好了吗？请开始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我鼻子犯的罪。可以看前面。小姐，你到底要不要人转过来？我觉得可以转。好，这位请转过来。谢谢。心仪哦，心仪来过吗？有来过。来过对不对？就是之前那个 PK 的时候。有，声音很特殊。所以你是参加过星光二班的吗？是因为二班是因为是 PK， 然后三班就是我们要过关斩将，对，将来你就要被人家 PK 了。对。好，心仪欢迎你，请坐。谢谢。你今天是在欺负男生吗？
没有，我真的很公正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好的，我就会请他们转了。对啊，我想这个这几位同学的声音其实本来就是非常的，对，截至目前为止小孩子挑出来的的确都是在三班里面表现得很强，特别优秀，就是我没有在闹脾气对不对？没有没有没有哇，我真看不出来，我说我又没聋，我真的好，下一位同学准备好了请开始。不管三七也四七，我要跟着感觉飞，好为难哦。你吃什么吃啊你先不看好不好意思哈，那下一位同学。死了都要爱，不淋漓尽致不痛快。帮我把听哪个停了吧趴着，你先忘记趴着这件事了。转一下好了，好麻烦转过来了。黄俊伦，你在节目里面有被称为像谁吗？一位导演。哦，蔡月星。对对对，有像蔡导演啊、哦。你是新加坡的朋友吗？对呀、啊。OK， 欢迎你啊，俊伦，请坐。谢谢。好，这个。蓝色交叉肩带这一位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请唱歌。讨厌爱上了你，被否定我存在意义。你要我拼你喉结？我觉得可以不用转。哇，好，下一位麻烦。谁能把悲伤重新洗牌？哦，没关系，你做自己，做自己，不要紧张。第三位那位先生，你可以麻烦你唱一下。好，挥法这位吗？好。无边无际，渗透到呼吸。我觉得他可以转哎、欸。真的？因为我觉得他一唱歌，我就蛮想哭的。是想要给钱那一种吗？不是。没有，他声音有一种你知道很可怜的那种感染力、okay. 我不会讲，就听得蛮想哭的。好，挥法就会麻烦你讲过来了。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评语，还是很多人听了你的歌声都想哭？第一次听到这个评语，一方面是因为你头发长出来了，因为觉得爱不会有一种中年转业的感觉。好，祝你欢迎你，请坐。谢谢。好，横条这位。也许明天没有谁陪我走过潮起潮落。不看可以？这样还不行吗？可能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不同吧，你想看你也可以选择。你会不会太严啊？因为我本身也听过唱片，我可能对音乐的，因为我你知道我喜欢音质跟那个诚恳度。好，下一位 T 恤的。他不会是个好男人，也不会是个好情人。重播我就会在看着感觉人很坏。没有关系，就我们还有第二轮嘛，对，这轮还没有要转，对不对？那先看一下，听下一位好了。是什么留住了